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学。今天一出来赶海了。啊，今天跑到这百米悬崖下面这个坑过来躺一下，水挺浑浊的。刚才找了好多坑，就找到这一个坑，因为这两天没出来放饵料，啊，找了好几个坑就找到这个坑。今天给它盘了，看挺浑浊的，走，我们开干。抽了这么久，终于差不多了。哇，这百米悬崖下面的真坑真难抽啊！哎，那边看到一条货，啊，哇，这边，哎，往这边，对，出来，好，喂，我给我钻死，哎，哦，还掉还掉，可以，虽然个头不大，可以，先给它放在这边，我去拿桶，乖乖的，别乱跑，那边来找一下。没货，我一过来就看这个洞，别的我不看。哇，完蛋，今天亏大发了，这里面百分百是有货。看这个渣子，这边挖出来，估计是大货，这螃蟹脚印，啊，这底下也挖出来，我没带钩，可惜了。那我们去下面看吧，这上面估计找不到。太难找了，来，这快！哇，好大好货！哇，螃蟹刚才被我抓了，这个鱼网给它弄好一下，我再找刚才还是有。哇，这边有，哇，这黑影大，喂，哦，整个坑都在废的，哇，这条挺大，抓不住，哎呦，好。这下看你往哪里放！哦哦哦哦！酒馆都吸不起了，等等，给他先放起来，我这个酒馆给他弄一下。哇，好几条啊！看，哇，都是，哎，我追给他放一点。哇，满坑都是货，这边，全部都是。来，酒馆给他拿开。哇，这条，哎，打又跑了。这我脚的先给你抓了。嘿，哇，黑点，我脚都不让我抓吗？继续，来。这边好像还有一条，哎，这边还有一条，嘿，看啊，哦，黑点，喂，你跑到里面，又一条一条，脏货，哇，那这个坑可以，啊，这条也给它弄出来，哦，够大吧，哦，好久没抓到这个红鱼啊，哦，别咬我，你咬我干嘛？哦，红骨啊，不错，这条大概有个一两斤应该是有的，嘿，什么感觉？这里面是不是我这边抓被我掰断了？哎，快一跑！哎，抓起来，可以，不错，大货一条。哦，那边怎么再打菊花那么厉害？啊，刚才，嘿，哦，还有一条大货。我刚才应该不是刚才那，我刚才抓的应该不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个。等等，这个必须给他盘，我太给力了。二子，有没有？哇，在那边，来，这石头必须给它翻过来。哇，好几条，这边，嘿，哇，这么给力吗？黑掉，哇，涨，哎，现在你跑不了了。哇，我为了追它，累死我了。啊，来吧，哎，哇，家人们都叫我抓头，我在抓头呢。哇，包青天可以，不错，又抓到包青天。这么给你吧，来，包青天跟大熊回家，大熊捡到包青天挺不错的，哦，进去吧，来这旁边再抓，应该是还有，哦，哇，这些抓鱼真的很刺激，我刚才摸到怎么软软的，跑了吗？哦，我还先把它扔掉，19库，哦，这么小的。那我们就不要它了吧，给它放在这边里面，直接不抓它。我有大，哎，这边也有一条。哇，这里面的十几公怎么都这么小？个头太小了，这种抓小的十几公，一斤也差不多二三十块吧。不过这么小的我们就不要了，给它放在这里面。再放一下。来，这个石头看能不能翻得过来？翻过来，给它一起翻过来。来，一二三，哎。有没有货？
有没有？帮我看一下，我盘不动了。可怜的大圈。往上面跑的，估计冲到上面去，找不到，不找。哎呀，这一戴帽子看来是不行的。里面有一只小的石头蟹，那我们就不管它。这旁边的哦，螃蟹好多，都是小的，好贵啊！哦，这个腊螺壳也够大，不过就一个吧，那我们就不要了。我感觉找了一圈累得气喘吁吁，那我们不找了吧，太阳快下山了，我们去看周货去，今天发财了，走走走走，让我喘一会儿气，就一秒钟就可以。哇，太兴奋，感谢周货，感谢周货。哦哦，这样，哇，这条直线啊，这条应该有个一斤半左右，这条差不多就可以，我们这边一斤螃蟹差不多一百，差不多，然后就可以卖到100多。哇、哦，这条就给你，把我兴奋的，这两条抓起来，你说不开心吗？哦，然后这几条还钓，一条黄鲷吧，然后几条十几公斤，给它放真的就不要太小了。那抓紧这个拿去卖，应该可以卖个小两百吧。这百米悬崖下面的，真坑啊，绝对。发财，没事过来都发财。走了走了，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了，然后希望大群的帮忙点点关注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